它的归结是宋云见到初地为归结，就波罗蜜多神即教法门而言，初地名即喜地。见到初地，宋云见到初地，我刚刚讲了，你看到道了，看到道了，初地菩萨十地，第一个是欢喜地，他这边写着即喜地。其实什么叫即喜地呢？因为你的白菩提流到了中脉最底下，没有漏失，那个得到的俱生喜，那是极非常的欢喜的地，所以它的名字叫极喜地。初地名极喜地，也就是欢喜地了。波罗蜜多城就叫大圣，大圣。即教法门而言，教法门就是密教，密教。见到初地，你可以看到你已经到了欢喜地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的。